樱瓜扣肉，豆皮卤肉，皇帝豆樱瓜卤肉。回个阿贝，蘸料故事。今天来说樱瓜制作前传。应鬼啊！台湾的樱瓜就是指月瓜，台语也称为腌瓜、腌瓜子、樱瓜子。月瓜不必削皮，对半剖开，利用汤匙将瓜囊去除，撒盐，以重物镇压，让月瓜水分释出。腌渍1至2天，将水分沥干，再拿到阳光下曝晒到半干，即可装瓶保存与食用。欢迎搜寻花甲阿伯的镜头记录活，喜欢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